艺人杨佑颖因为言语霸凌轻生，而这一位所谓的双面闺蜜就是 A 女，让这个 A 女顿时成了众矢之的。昨天甚至呢，她的脸书被灌爆有30000则留言都上去辱骂她，让她呢回说：难道大家是想找替死鬼？对这样的状况，杨佑颖的哥哥是再一次出面郑重呼吁，希望大家不要再对特定的网站、个人批评，也说这周刊报道里头说的亲友透露根本就不存在，希望乡民的正义不要未审先判。